跳水是个孤注一掷的运动，起跳了便不能回头。所有对自己的不确定，在起跳刹那都必须抛在脑后。25年跳水生涯，我经历过外界的质疑，也由此萌生过怀疑。一次次的突破下来，反而书写出自己的故事。如今离开熟悉的舞台，未来再次充满挑战与期待，但我相信总有些东西不会落幕。遵循内心的执念，把每一次尝试都做到极致。我是吴敏霞，见证超越，人生百岁。